先介绍一下，他是子怡，他是佛哥，他是佛团，他是小宝，然后我是小怡，所以我们团比较一小团。然后我创作理念就是因为我是大概12月多时候写的，然后那时候圣诞节快到了，所以想要写就是很像圣诞节那种很温馨的感觉，然后希望听了大家听也会觉得很快乐，这样，谢谢。